今天给大家录的这首歌叫做《那又如何》，是一首悲伤的情歌，适合在安静的时候听哦。那么喜欢这首歌的朋友，可以帮我多多的点赞、转发、加弹幕。想什么，琴键都弹错了，还爱他吗？不值得留恋了。爱过之后的残缺，变得不会再怀念，说的不会做，以为不会错，就这样吧。请别再幻想了，怕走过了，那还会回头呢？你从前的自由呢？总是爱笑的你呢？别理他，爱就爱了，不就是伤心？爸爸说要让我去美国念书。什么时候去啊？我舍不得你，不想走。别说这个了，后天下午老地方见哦，我会去那里练琴，你一定要来哦。好。就这样吧，请别再幻想了，他走过了，那还会回头呢？你从前的自由呢？总是爱笑的你呢？别理他了，我不怕。
这黑夜过，不就是厨房里少了你？